门关前走一遭，一个不留神小命不保。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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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怎么追根？太离谱了啦！门剑刀啊！我超常受伤，像我之前参加那个蔡雅达运动会，我要背着一个轮胎，绳子绑在我的腰，然后它很重嘛，所以我请同学帮我抱着跑，同学跑太快了，我那时候是这样被这样拖着走，然后有一瞬间就差点死掉，用生命在做节目哎。